大爱十点，用心精选。其实重视的就是说，当他们认为孩子其实达到了这个门槛，他们就不吝于给孩子认为说他非常的好，就是因为没有过度竞争，我反而有机会更了解我是谁，是我为什么要学。如果我们愿意给每一个孩子都有成功的机会的话，他们绝对会表现得越来越好。周三晚间十点，精彩的对话尽在阅读浮世绘。